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悲智印记。每个人一辈子的拥有其实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如果真正看透这一点，得到与失去应该也比较能够用平常心来看待。有人说舍得，舍得能舍才有得，其实人生最高的境界是能做到无得也无失。在佛典中就有这么一个为了供养佛陀而能舍的故事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。以劳动为生的人，生活往往缩衣节食，所以他们的布施更显得珍贵。下了那么多天的雨啊，总算出太阳了，今天一定要好好工作。对了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听说什么啊？这天天下雨，我待在家都快发霉了。释迦牟尼佛已经来到村里了，很多人都去供养，听说去听法的还有很多福报呢。什么福报？至少可以让我们过比现在好。哎，那我们一起去。但是去听法的大家都发愿想供养。开什么玩笑，我们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？哪有本事供养？你瞧你，你比我还惨哎！你这件衣服啊，都补了多少的钉了？哎，只要诚心，供养什么都没关系。哦，你是说就连你身上这件破衣服拿去供养也没关系啊？喂，我那时候拿破衣服去供养。好了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大家联合起来，你就可以供养一点像样的东西。那没有问题，我可以出半袋白米。半袋？你疯了你！我原本还想说，我们大家如果每天吃省一点，也许可以煮锅粥来供佛啊。行，这做得到，外加我的半袋米。哎，那要砍多少个月的柴啊才存得起来？我要是你老婆啊，肯定觉得你的衣服都白补了。既然嫁给一个自不量力的，哎，不要说半袋啊，一整袋我都可以。你干嘛那么冲动啊？哎，这雨下了半个月了，你要的菜长不出来，换点别的行吗？不行啦，我家夫人刚生小孩就需要营养，这多少钱都没关系的。啊，好吧好吧，我先说了，我卖的是一斤菜籽种下的酱，长不出来你们一起收啊，否则土那么湿谁敢种啊。好啦好啦。这时他的心中难免沮丧，难免不平，难免感慨。哎，你柴都湿了，不晒干再卖啊？没办法，小孩子肚子饿等不及。他怎么会不知道，下了这么多天的雨，家家都没柴可烧，何必等到柴干了卖好价？我先走了。哎，拿不出来不要逞强啊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可以的。哎，怎么样？今天砍了多少？哎呀，又破了，家里没有布给你补了耶。柴呢？今天砍了多少？我问你，今天砍了多少柴？哦，三大捆。三大捆啊！哎，太好了。佳丽，最近日子是不是不好过？你怎么了？你饿昏了是不是啊？没有了。下了半个月的雨啊，这日子怎么会好过？啊！我连地瓜叶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。你怎么了？你今天看起来怪怪的耶。我怎么了？于是他告诉了妻子自己想要供佛的心愿。大家都想供佛，我也想啊，但是我们哪来的米啊？算了，我不该逞强。他
又不是不知道家里有多穷。要不是下雨，我一定可以砍更多的柴，比他们更早出门，到更远的地方去卖。也许他是真心想供佛。也许我要低头。一个女人怎么能够让她的丈夫抬不起头呢？一个男人怎么可以养不起自己的老婆？我可以。嗯，你有能力可以供佛的。我有什么能力？你还有我啊。开玩笑，卖老婆的事是一个男人做出来的吗？明天跟我去一个地方。主人，他对小孩特别有一套，尤其是啊，他唱歌特别好听的，您的小孩再怎么哭闹保证哄得住的。你们想要多少钱啊？说啊。我只需要3袋米，我可以为您工作3年。嗯，好，我们这里包吃包住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那 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米啊？你想要什么时候？现在。现在啊？好，去拿吧。带他们去。谢谢主人。谢谢主人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他真的把这袋米拿出来了。这次共僧，你的功德等于2倍大。怎么会呢？那我们呢？虽然是他拿来的米，但这却是他们夫妻共同发的愿，十分的不易。在佛陀的开示下，他们原本浑浊的心渐渐清明，体悟了供佛的真谛。原来我们的愿有多大，力就有多大，所供养的就代表我们所拥有的。夫人得知后深受感动。我想让你回去了，你的家人需要你。那米怎么办？你在这里做了3天嘛，可以抵3年了，回去吧。谢谢主人。谢谢主人。谢谢主人。请来请。谢谢主人。能舍一切诸难舍，财宝妻子齐国成，律法内外无所吝，头目虽恼息事人。故事中的主人翁夫妻俩布施了自己的收入，也舍弃了彼此对眷属的贪爱而供佛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透过布施就能开启我们能舍的智慧。在屏东就有这么一位台湾阿信，不过这个信是幸福的信哦，因为他具备了一般人都难得的智慧，虽苦也回甘，在事业的巅峰发愿把财产和田地都布施出来。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这位难舍能舍的王来香师姐，和我们一块来探索无量易经的智慧法语。师姐您好。好，嘉欣师姐好。全球的家人慈济人好。师姐好，刚刚看到这个佛典的故事，你一定很有感想哦。对呀、好高兴哦。回想起小时候的情景啊，那个家庭先生是当警察，他太太在做裁缝，在做衣服的。那先生的家住在那个大树嘛，也有经营瓦窑，在烧瓦窑的啊，也有那个拖拉机啊，那个大卡车啊，请的佣人都十几位啊。
我每天哦十几岁的小孩哦，还要买菜，还要煮饭，还要拖地板，还要洗衣服，还要跑银行呢，进出都是我在负责。晚上还要做水手彩虹。当我十五岁的时候，就会做衣服给爸爸妈妈穿了。哇，真的好厉害哦！不过当时因为供养的是爸爸妈妈，所以也是报恩啊，心情也是很心甘情愿嘛，哈。那但是虽然不是直接供佛，可是也是供佛呢世界。因为上人说啊，那个爸爸妈妈就是我们堂上的活佛嘛。因为父母的伟大，他们辛辛苦苦养育我们这样大了哈，健康的身体，我应该是要报恩。那当您后来慢慢成长，然后结婚之后，那也是生活非常的辛苦，可是。就算是这样哦，您还是真的是舍得之后，你还做布施哦。我们常说贫穷布施难，你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发心跟立愿呢？我进入慈济就是听人家讲说，师父要去比没够钱嘛，啊，我就想，啊，师父得没够钱，要搁去医学医，啊，要安怎？哦，怎样帮助？那个师父哈、完成他的心愿啊，就是想钱就是要用的啊，可是要用在有价值、有意义的地方啊。是啊，我知道上人要盖医学院了嘛哈、可是没有现金啊，一定要被卖那个地啊哈、田地啊。那我只有这样念头一起哦、哇，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就来了哦、有一位先生啊哈、就到我家啦。他就问我说你家是不是谁谁谁，我说对啊，啊你是不是有一块地在哪里啊，我说对啊、啊你是不是要卖啊，我说是啊、就这样就很快就达成就达成了协议、然后您就有现金可以对、啊那时候真的完成嘛哈、就把钱要先给上人做善事嘛哈、上人那时候哈他就看我嘛，安尼戆戆怂怂啊！啊，上人想我这个人是，迄时按我安尼想啦。上人有问我讲，啊，你是会晓写未？你是写对无？我讲对啦。讲你，我讲对啦。是不是担心说是不是多写了一个零？对，怕我讲不出来嘛哈、这个是上人的用心。像上人讲的啦，伊拢无钱，伊拢无力，伊只有一条命。我被他感动，我也和上人一样，我只要能做的啊，应人所需，尽我所能，或许哪个地方有贫苦的人啊，我都义不容辞，赶快去救助。感恩师姐哦。为得患得，既得又患失，患得患失的心情其实是很痛苦的。其实得失之间，就只是因为一个贪字。贪心的人就算富有也感到贫穷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能有勇气与智慧看透因果而去布施，才是最重要的关键。现在就让我们来聆听一段上人的开示。无量已经安尼讲，讲咱爱写，爱写写什么啊？写一切自然写。这样在佛经的内底啊，咱常常看到，为着布施，他一切都写，这种财布财主救国行，在现在的人间。诸者内底的故事有偌侪啊？所以讲，能写一切自然写，一旦写，只要你愿意发心，总讲一句，咱学佛啊，爱写，咱要学佛的教法。佛陀早年啦，两千多年啊，佛的时代呢？有阿呢，贫穷苦难人都愿意供佛啦。咱现在呢，不是一定有钱人才会当布施，布施
除了降佛降僧以外呢，咱真正嘛会当呢来提供啊贫穷苦难人一种呢需要。所以佛陀呢嘛有一段安尼的文，布施有三种啊，法施、无畏施、财施，咱拢会当布施，甚至法呢。咱听的经啊，到底呢是会当去做什么呢？咱会当提供予人人啊，佛陀安尼讲，佛的教法是安尼做，咱也会当人人啊有这份听就善法啦，就及时布施。那么对父母呢，现在咱都爱孝顺，叫做孝孝未用的蛋啦。布施行善未用的蛋，这也是叫做布施吼，付出啊。对贫穷的人呢，咱伊欠衣服，咱可以衣服；欠食的物件可以食。无地困的所在，咱去给伊设床铺，可以困。破病的人，给伊施衣食药，等等，这拢现在咱的组织。常常在咧做诶代志啊，也是同款啊，就是佛经内底讲诶呢。所以啊，真正诶布施啊，伫咱诶日常生活中，不管有形诶财物，或者是呢无形诶法吼，或者是呢迄种福德呢，毋通去行错误诶路，即无畏施。顶顶啊，这拢总是佛陀对咱的教育。佛陀给我们的教育，就是要帮助我们舍弃许多不必要又为我们带来痛苦的执着，贪念就是其中的一种。而布施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师姐除了布施钱财，也向人布施法水、布施关怀。所以我们接着要问问师姐哦，您是怎么做的呢？好，我觉得刚刚您可以一大笔的金钱就这样布施出来，可是接下来法事卫师您都有做到哎。好，就是上人的智慧嘛，教导我们钱哦没有用出去也不是我们的，所以我就要邀天下的善士哈、来同耕福田啊。是，曾经哦。我当志工，在我们的大厅医院就有看到一对母子了哈。就向那太太讲说：“哎呀，啊来看病哦，有囝在陪伴哦，足好诶吼，安尼啦吼，你知道吗？”回答不是那位太太回答我的话，是他的儿子。是，他儿子这样讲：“哎呦，我来到病有人问，我阿哥较欢喜哦。”还有。当志工的时候，有人也能救人生命呢。对，当我们林院长林俊龙院长，他是心脏科嘛就有一位小姐她要来看病，她就这样讲啊，全台湾省的医院都看病了，都没有办法治疗她的病，而且甚至于海外也能到国外都去看过，她也有去看过了。可是都没有办法医治他的病。他耳闻啊，说大连医院心脏科的管威啊那个林俊龙院长啊，他很精明啊他真的可以看好他的病啊那样。从早上很早就来等哦，等到那傍晚了还没有看到他，他就说他不要再等了，他受不了了，他要死了安尼啦他就想要去自杀死。我说：“哎呀，袂用得啦，袂用得啦，哎呦，搁等嘛，无咱前个再等到即马遮久啊，来来，我甲伊带来，带你啊行行的，啊咱啊佛堂遐啊咱含佛德含佛祖讲话哦像啊。”华燕说：“假使你的病能好起来你也愿意来做慈济。”就是这样哇，不可思议啊！真的治疗好起来呢。他就是台中的黄绿叶师姐啊。你看，我们做慈济、做志工一定要嘴爱滴啦。把那个关怀给别人，对，把爱分享给别人呐，
啊，又爱嫩啊，因为我知道我这身体是父母生给我的啊，我一定要报恩感恩啊，嗯，因为我要做我父母的遗魂，嗯，来报答父母恩，有机会可以做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，有这个健康的身体是爸爸妈妈给我的，当然我要很认真的去回馈社会啊，对啊，报恩，好报答父母恩啊，所以很感恩的是上人。没有，要很感恩师姐哦，你来跟我们分享。喜欢慕容董啊，我看到人家有钱哦，我就向他们讲啊，啊钱哦没有用去，就向上人讲的啊，没用去嘛，不是咱的啊，啊有做到吼，那个福哦不是用求的啊，是要造的。这辈子有钱，就是上辈子他有布施嘛，他有舍啊，这辈子才有得啊。啊，下辈子要多好，这辈子要舍啊。嗯，嘿，啊就要福慧双修啊。我现在三个孩子也是这样，很孝顺的对待我。我当时哈赚钱的时候哈，我那个薪水袋都没有打开哦，就盯还盯着哦，就送到我妈妈的手上。现在我的孩子钱要给我，像国企呀、啊，他要拿钱给我，他也要供养菩萨，就是双手这样，哇，真的能体会上人所讲的都是真实意，都是真理哟、哦，好感恩哦。他的慈济是很好，能改变我们的人生，所以我们上人讲，这主者不让你白费的啦，让你永远无后悔，无生。无限的感恩上人，就是这样。那今天也要非常感恩师姐来跟我们分享。好，感恩嘉欣师姐，真的要谢谢来向师姐啊！您的难舍，同时布施，还带了这么一个虔诚的恭敬心，真的让我们看到了。哦，上人也曾经告诉我们：诚意方应，诸佛现全身。感恩师姐，感恩啊。有一句静思语说，一个人的快乐并不是他拥有的多，而是他计较的少。其实拥有的多，有的时候反而是负担，反而会有另外一种失去；而拥有的少，不一定是不足，反而可能是另外一种的愉悦。不管多或少，如果能够摆脱贪念的束缚，心怀慈悲的布施，让有限的财富转化为更长远的慈悲，这才是穿越了有限人生的智慧选择。今天非常感恩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